你拢看到遐个资料吼？嗯。即马世界集团经营是有问题的。啊，所以咧？所以就是讲，你隔日去涨价的时阵，就有可能因就破产啊！臭豆腐，我拢要嫁咧，你就安尼韭菜家己的宝贝小妹，安尼敢着？我的宝贝小妹啊！嗯。你讲我无去涨价，拢是为着你咧。是安怎讲？迄表面上大家拢嘛真客气，私底下想知影你迄大家是好人是歹人，所以我特别去调查清楚啊。嗯，哪有客气啊？你无看到爹地对迄雪英阿姨弯也歹咧？迄是因为你唔知影，所有大家心不稳定，拢爱看红色的态度。恁翁若是看你无，因全家伙拢看你无啊，所以摆的态度会再掠向硬，爱互因知影你是有靠山的。我知啦，所以，我嘛无怪爹地啊，哈。啊，你拢看到啊，张勇的背景，啊，佮伊过去了出来代志，你佫坚持要嫁伊？嗯。白纸黑字都写佮清清楚楚，你袂后悔？袂后悔。哎呀，臭豆腐！其实吼，你调查的迄资料，我爸拢有甲我讲过啊啦。伊经营能力无好，不要紧啊，学就好啊嘛。啊，毋是每一个人拢是 Frank 蔡大富，对不？啊，搁再讲啊，伊虽然讲吼过去的脾气真正是无介好啦，啊，毋过伊即马对我足吞忍，也足温柔的啊。啊，伊甲伊迄个女朋友的册，啊嘛是因为对方甲骗啊，所以我爸到底是倒位无好啦。那呢，张家冤冤冤冤的，啊，佮有伊个后母嘞。张家佫较哪讲，嘛无咱兜复杂啊，对无？哎呀，佫再讲啊，我也无贪恁兜的财产咯。啊，就算讲迄雪英阿姨真正咧孝雄世界集团，不要紧啊，就好伊嘛。啊，我会使甲欧爸带转来厝诶啊，啊，伊就会用继承爹地诶公司。非得吼，你嘛无想要接，敢毋是？大夫 ，Hello， 我的宝贝小妹啊，嗯，阿爷知影你的个性真乐观，不过这届，敢会有淡薄仔超过啊？这关系到你的未来呢，你要想清楚呢。嗯，我想清楚啊，我确定要嫁给张元勇。哎呀，我这啊！哎，别开话，别塞奶啦！你敢有需要这歹？啊，那是讲认真的啦，那嘛惊你吃亏啊！啊，不过我唔惊，我有你呢，还佫有爹地，哪有人敢甲我欺负啦？哈，臭豆腐！拜托你啦，你莫把这资料给爹地甲妈咪看好无？无，伊一定会反对的。Please, please, please 啦！明丽啊，我要提防。喂，喂，你来坐。你搞什么？
要告诫，不能反悔啊！救！哎呀！哎，你家己想清楚就好啦。阿兄，家你这个小妹，以后丢干那是欺负你，你得要跟我讲，知无？嗯，阿大虎，爸爸。人明明就真好，就迄吼脾气臭，无怪叫做臭豆腐。你们笑起来袂输迄花痴同款啊！花什么痴啊？安那食醋？我这无遮尼无聊嘞，跟有啥物好食醋的啦？是讲哦，找到亲人是真欢喜的代志，甚至怀现金啊！啊，遮尼无大方，一点嘛拢无生意啊！哼，讲到白痴就了解我同款。我对你的了解有遮尼济？一点嘛尔，搁好是讲遐尔济？因为你嘛差不多安尼啊尔。你就是跟我生像在电视里面播的，弄到他都恢复记忆哦。哎呦，安怎啦？生气啊，是不是？一点都无像传说中的女中豪杰 A 小叶，闹太小气了啊！哎，稍等，你也来啊？迄是因为有你伫个，好无？拄我知影家己心事，到今日去食饭，拢是你伫我个身躯边，予我建议。我才知影原来，甲二十几年前人，就算无见过面，啊，做伙食饭，还是会当感觉足温暖。安尼就好啊。所以我希望你若是恢复记忆了后，不管。过去是好还是歹，我有当有这个好朋友，我一定辛苦边啊。你放心啦，我若想起来吼，原来我是富二代时阵，我就送你一间厝，让你跟你妈住。可以不正经。我讲这个，是讲你真好运的，你妈
妈，我就好。对啊，哎呦，真正人真好诶呢，真温柔嘛，真有气质。啊，可别莹莹，就够醉对无？嗯，就来错档啊，就新娘哥一张白条。啊，可别 Frank。哦。虽然无啥爱讲话啊，面相嘛无啥好看。不过我感觉伊人也是袂歹啊，因为哦，伊去楼顶的时阵啊，佫甲我讲欢迎你。可能是伊知道你的身份啊。小弟，你即马想看卖啊？你一转来就替蔡董改位，袂啊，我替你改位。我若无迄个二阿姨安尼，你拢挡伊个了。真诶，好惨就是安尼。啊，安尼是安怎？根本想侪人知影啊！你放心嘛，你看起来我曾经是我别人讲话的人啊。我听迄饭头你讲，迄蔡董哦真看重这个后生，伊真有才情。你现在有上过杂志啊？你哪只？咱内面有一本杂志，封面人物都是伊。哦，我是侦探哦，看下凶手。拜托诶，生存之道还是要学一下。这娶个平常时也无代志的时阵哦，伊个地位排名是安尼，大阿姨、二阿姨、Frank、莹莹，全部就娶得来。所以那好可怜，娶得像你歹一点。你是不是听过哦 ？Happy wife, happy life。要过我只要代志啊，做做啊，赶快就娶得来。那哪去的二阿姨哦？你讲啊，讲话算是较歹听，我咪看嘛，我想是歹人，你咪烦恼。哇！家里呢，我遐尼侪情报。嗯，不过你是我惊我放弃我啊。嗯，竟然替我记遐尼啊侪，观察到遐尼啊详细。啊对对对对，你讲怎样？其实我妈哦，就是个性太过好，较早捡回收的时阵常常放弃我，所以啊，我就跟我家己讲，我一定要较强的，我较起来，你才会当保护我妈。嗯。到现在有人挖苦的感觉真幸福的。嗯，你讲我给你挖苦？嗯，拜托的，现在我错当给你做靠山呢，而且你那是千金小姐，还有什么好惊的？你是把电话给伊，要结婚啊？可以做是拖拉苦的，两个号码准备错啊？错错你错啦，好你错啊，我袂该做动的啦，错啊，你去错啊。讲真实话啦，我无啥爱食腿口啦。那乃是你这块白骨的吼，看那袂歹吃啊，只是哦，伤过吃啊。只是你无良心！等等，这还不是你阿家啦！是安怎家长害到这么悬啊？啊，想这么欢喜哦？当然嘛欢喜啊！啊，恁爸爸病情稳定啊，你都唔免这么无用，逐项走来走去啊。是啊。好佳哉哦，治疗有效果啊！我爸讲，等伊出院哦，就要直接转去台南啊。哎，神不知鬼不觉呢，那根本无人知影伊有转来治疗。安尼，你还佫唔紧张下吗？多谢你遐尼啊，有义气听话，而且家己提出来救我。我唔是讲这啦。我是讲，我陪你来看恁爸爸，恁爸爸医生就讲伊足好足济啊。那恁我是不是你的幸运女神？这个是要讲哦。那恁你当金马姐，表达你对我的感谢。嗯。哎，蛋姐啊。是安怎？嗯，我爸大爷的代志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哦。是当然的啊，我无替你保守秘密，什么人替你保守秘密？嗯。又过来一个啊，查甫人哦，拢敢那剩一支嘴。当初李新红讲伊爱我。这王少卿伊嘛讲伊介意我，啊即嘛咧，我才离开偌久啊，原来大家拢是看一个爱一个啊，我是讲这王少卿哪会走来病院啊？嗯，呀，
叫。哎，胡林，啊，你哪来陪伊？哦，我得拄啊好一个时段伊，我来甲看。啊，啊，你若时间无赶，无来我的办公室，啉一杯啊茶好不好？胡林拢已经开嘴邀请我，我哪好意思拒载？嗯，行，行。这是国外进口的茶，伊真香，而且麦当养颜美容。有当时我忝的时阵，我拢会泡一杯啊来啉。你嘛来看卖嘞。多谢夫人。确实是真香，确实真好啉。不怪夫人看起来遐尼啊少年，阁遐尼啊水。这尼啊敖讲话啊！对啦。啊！你工课找了安怎？即马有一间袂歹的公司已经录取通知，已经过啊！我即马就是等通知去报道。那呢？你敢有考虑来我的病院上班，做我的特别助理？啊，特别助理，夫人，歹势啊！我甲你借问一下，那呢？进前的特别助理是安怎不做啊？之前这个位置是姓洪，要不我希望也当过给我挂，所以我打算要给他升起来。就参像我拄只所讲的，我今毛已经答应要去别个公司啊。啊，搁有我毛甲你讲过，我确实感觉你个病院做工课，对来讲心理的负担伤过大，逐天安尼面对生死，压力真正足大的。我一直认为医护人员这个工作是很神圣也很伟大的，所以我爸爸在创立这间病院的时候，他的初衷就是救人，如果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病人还有医护人员，你不感觉这样很有意义？夫人说得很有道理，确实让我有不同的想法，所以我以前都没想过，所以我感觉你真适合来协助我。安怎讲啊？我伫个病院遮尔啊久啊，看病人遐尔啊济，我会敢讲病唔对。除了能力，我搁较注重的就是一个人的人品啊。我真欣赏你做人，搁有做代志的态度。假使你来当对伫我身躯边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当搁有较好的发挥。多谢夫人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杜先生应该不是安尼想的，毕竟是我害伊甲邱医师分手，伊即马对我确实有足侪不满的。这你放心，我来处理。喂，你去把医院的办公室者。安尼有紧无啊？哦，你卡住才紧啦。我使命必达，妈，我是要来跟你。阿云在伫遮，是我叫伊来的啦。信宏，我打算给你升起来做病院的行政长，你感觉安怎？我上水的妈妈，我当然嘛愿意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笨死！要唔过？我有条件，不管是什么条件啊，我拢答应你。我即马爱 Angel 来接手你的位置，以后你著甲 Angel 好好啊配合，伊嘛好好协助你。敢一定会安尼啊？我知影你心肝内难免会内忧啦，也毋过你嘛是爱进步啊，这嘛是为虾米？我爱你甲 Angel 好好啊合作。那呢，你就继续教我啊！我无法度永远伫你身躯边陪你，你爱学乡，甲无同款的人相处啊！就算阮无喜欢的人，嘛是同款，安尼你才会当进步。你搁想看卖咧？哦，我知啦。我对了妈，我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：医美健身中心，敢真正唔错啊？不是不爱做了，
这是还阁重新评估过。妈，你听我讲啦，咱就之前我跟你讲过，医美健检中心哦是真正经过我详细研究，还阁有调查才写出来的。那是真嘛？未来这生意一定会足夯足赚钱的，一定当哦替咱的病人带来更加侪收益。我知道你对这个客户啊真用心啊。啊，若是讲这个案件要进行，嘛有人爱来跟你协助啊。Angel， 我想要问一下你的意愿，你敢愿意来跟信宏斗相共？妈，我不是对你有偏见，只是一个餐厅服务生都可能会捌济啦。信宏，你莫看 Angel 无？人伊嘛是为外国读册回来，而且学的嘛是医务管理，嘛有伫个病院上班的经验。夫人，多谢你看我遐尼爱去。啊，不过，就像我拄则所讲的，我即马阁无想要伫个病院做工课啊。哎，假使若是薪水的问题，咱会当阁参详，我袂亏待你。唔是因为薪水的问题，像我拄则已经讲啊。我已经答应别人啊，这是我做人的原则。讲我一间公司哦，敢那无你袂使，你敢会甲家己看我收重要啊？杜先生，还是你真正足希望我来恁病院做工课？拜托，你真正是收收济啊！告诉讲哦，讨厌一个人啊，那是会当申请保护你，我今嘛就随去申请，好你哦，会当离我至少五公尺以上。其实嘛，免遐尼麻烦。因为以你讲话的态度，还有对人的方式，我一定也会跟你保持距离。假使你现在若无这个意愿，来我的病院上班嘛不要紧，咱当保持联络。到时阵你若去新的所在，没关系，你随时跟我通知。多谢医生夫人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信宏，妈妈还有事情要出去一下，那这样 Angel 就麻烦你交代了。我先出去。多谢夫人，个副秘书给你 Angel 啊，我真正洗目睭啊，我看过你亲像你这样子红豆大个左囡啊。好了。你可以继续等着，好啦，等下到伊丢出去泡茶啊！你记得离开哦，莫爱乖哦。阿姐，啊，你那雄雄来病院找我，是有什么代志是无？一定有哩。原是一 Q 陈雪英强制送医啊！啊，伊两兄弟是创啥？无陈雪英哪安尼做？阿伯转院的时阵，原志来跟陈雪英袂合，这边刚刚是为着原勇要结婚的代志，两个去起冲突。大姐，你讲啥？原勇要结婚？这么大的代志，我哪拢唔知？我听讲是为着要救世界集团。陈雪英安排袁勇跟做土方的蔡家联姻，因为我详细经营，我不是太清楚。我最近啊，家己的代志嘛想过侪啊。对啦，夫人，我已经找到袁志，叫我送去倒一间病院啊。拜托夫人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袁志救出来，要不然真正足可怜的。你两个拢是我的外甥啊，我一定会想办法。不过嘛，真正多谢你对袁志这么关心。你妈安尼讲啊。源自是瑞德小弟，就算是我家己的小弟啊。伊这么善良，又搁这么老实，以及昨晚叫陈雪英软禁，我想要跟他联络都无法度。我加上今麦张元勇嘛，叫陈雪英控制，我会当做的，真正就有限。这我会当了解。今麦张家会当讲拢叫陈雪英控制啊，就亲像之前进前的代志，因为新婚的关系，所以讲的。别人拢袂当反对，
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想要说？我知道我可能不适合说这种话，但是我是想要提醒一张夫人，请你一定要多注意您翁。你怎么会像这样说？敢说您就做出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？不是啦，而且我也没这方面的证据啊，只是我认为院长跟陈雪英一定有特别的交情，所以阿伯住院的时候，院长一直听陈雪英的话，都没对阿伯做进一步的治疗。多谢你的提醒，我会多注意一下。一定夫人，啊，那恁原子的代志就拜托你了。我一定会想办法，你放心。多谢你，啊，那我先离开啊。你是车停在哪啊？咱也无看到啊。哦，可是雪英阿姨，恁两个人一定有什么秘密。这李新红鬼鬼祟祟，是搁想要做什么歹代志啊？哇，你总算来啊！要若无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。你电话一直卡，是甚物代志才得去吧？公司的财务出状况啊，我敢会用个给你调一笔钱？你是需要多少钱啊？这数目若是伤大，我阁需要一段时间去调钱。啊，病医逐天这么多人来看病，收遐尼多现金，要调钱应该是真简单的代志。你若是真正无想要加斗三工哦，无就做倒煞啦。唉，唔爱急啦，好啦好啦，唔爱去啦。我这病业主善，要过这财务，用得你强弱的手呢。就算我没调钱嘛，我嘛是爱一个理由啊。做一个院长的人，各项代志都无法度做主，唉，刷刷去啦。我怕你是落车祸。我才拄上车，你特别叫我落车。我上讨厌惊某的查甫人啦。你各项代志吼，都要经过恁太太的同意。那恁有讲需要，陪在你的身躯边浪费时间啦。你要我做的代志，我拢已经做啊。进前丢志贤，我嘛给你斗三工袂少啊。啊，即卖袁志强志送医，嘛是我安排熟识的人斗三工的。而且我阁有特别交代，无经过你的允准，绝对袂当凊彩予人出院的。无唔对啦，这件代志吼，你开始做了袂歹，啊，不过钱的部分是要安怎啦？我真正是吼，四界找人调钱拢调无，你才想讲爱来找你啊？玛丽世界集团，今嘛情形到底是安怎？今嘛吼，所有资金都卡在养生村啦，阿爸会阁无生理。我真正是吼，头壳冒咧烧，根本要钱变甲起痟。那你咧借一笔钱，到底是啥物用途？你总是爱我知影。啊，就是吼，有一个贷款爱去搭搭，啊，搁有袁勇伊要结婚啊，迄里里扣扣加起来吼，都爱开袂少钱呢。啊，袁勇要结婚，我奈无听清玉讲过。伊可能还袂甲清玉讲啦。对方哦，有钱有势，啊，卡苏那应该跟人结亲家，这边哦，世界集团都有救啊。所以你是想要卖淫啊？当然是啊，所以我的面子吼都要做够有够啦。
啊，不过吼，我实在是总无钱啊，唔只需要找你调钱。啊，佮有啊，进前吼银行的贷款会共拖掉啊，我若是无紧处理，代志就大条啊。嗯，永远有要结婚这个理由啊，应该是用的啦。伫个清幽迄边遐，应该是会当参详。要那世界集团要借款的问题，我再另外想办法。你讲的是真实的？计划就讲要答应，跟你斗三工，就只有做到底啦。那不只有做一半，互人怨叹，安尼嘛唔好。那你这件代志，你都要处理好势，互我看到你的能力，千万唔通我失望哦。你凶格我是要创啊？你刁工的哦，杜先生，我看你一人鬼鬼祟祟，真唔知咧创啥。哦，你咧做啥物未记者的歹代志啊？看到你这歹代志，到底是咧创啥？我啥物时阵啊？建构心情跟陈玄英来乌白来，找死嘛，莫找我的麻烦啊！我唔是要找你的麻烦，我是想要提醒你，你莫抓准你当暗坎你做的歹代志，拢袂去有人知影。我听无你咧讲啥呢？以你经营世界集团的头脑，哪有可能唔知我伫讲啥？除非你心虚。我无需要心虚，我做代志一向拢光明正大啦，唔捌做过啥物袂记性的代志。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安尼我绝对尽全力，一件一件甲你压出来。你莫想讲你安尼威胁我，我就会惊你哦。你当然嘛袂惊，你拢陈义定替你做这代志。上届可怜的是元志，伊明明无判病嘛，无做唔到代志，竟然让你家乖伫个连伊家己拢唔知影的所在。嘿，我实在真奇怪呢。自从瑞德出代志了后，你就定定找阮丢家的麻烦。借问一下。啊，无你讲丢架到底是有啥物关系啊？超罗山的开发就跟我有关系啊！该我做的代志，我绝对会做到够。先我提醒你，不管有啥物办法，我绝对会甲原子救出来。哦，我知影啦，你是想要去找亲友，看原子到底倒一间病院哦。就算讲你知影伊要安怎啦，无我这个家属同意，伊根本无法度出院。开车啦，还咁闪嘛？麦哥无客气哦。陈玄英，你怎有报应啊？找人驾驶何爱家。要你写的从啥？忙你啊！我搁有代志要处理啦。你知影我翕到啥无？
什么拢无，你为什么要骗我啊？你看你看起来真遐紧张，可见哦，你真正是心虚呢。虽然讲我什么拢无翕到，阿哥啊，我有亲目睭看到啊，你甲雪英那里偷来暗去哦。你即马小刘别讲啥，我两个人清清白白，我是伫咧讨论张志成的病情，你是安怎？困无饱，得很明显无？卖个搬，个搬都无成啊！我唔那是第一届看到你坐雪英阿姨的车，而且我嘛捌听过雪英阿姨叫你对二张下手啊！你无证无据，你即马是咧胡白讲啥？你真正愈来愈离谱啊！我确定我无看到嘛，无听到，因为我本人就是证据。哎，像我你这个后生啊，真正是悲哀啊！我计我无成，今麦要变白菜回来，我有外心，还是拍算讲想要使弄我跟你妈妈的感情，抓准咱你就会当甲白姨所有的利益拢摕去。哎，可是讲哦，我若是想要甲我妈讲啊，我早就去找伊啊。那你即麦敢袂当这情又要做你的议长啊？议长这个位是偏是了，不管是什么人想要搞我，为这个位起不来，拢爱先请伊家有闺女当。你讲了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无将你这个垃圾袋压出来，因为我知影妈需要你，这间病院妈需要你。阿哥啊，确实讲，你若是继续执迷不悟，坚持要做伤害阮妈的代志，那安尼你真正太势利啊！你敢不跟我们争吵？元秋，你刚才在家？你遐尔无生气，警察是遐好翕相。哎，我介意也无安怎啊？阮两个人就只是伫咧讨论这医学上的代志尔。干嘛呢？敢讲恁的爸爸你嘛咪相信？你别相信信侯迄个唔正经啊！你莫阁骗啦！李信侯虽然讲一支嘴好锐锐，啊，不过我拢看到啊。啊，若无我来叫遐尔大声，为着就是要让你知影有人在偷看。哎，迄看到啊，嘛不一定准算啦。伊的手头也袂抓什么脏头啊，那是伪造的去甲警局讲啊。我看伊母仔囝感情遐尔好。有可能就参像李信宏所讲的，伊惊杜清月伤心，所以才无甲你甲陈雪英的代志拢讲伊知影。哎，这我该加注意啦。你连咪都要去请求辛苦边做伊的助理啊？这边伊行政管理的代志，你对我已经真好嘞。为着这边的计划，我开偌侪心思，我尔拍拼，我为着就是要让杜清玉看破我的脚手。那你咧？我知影你辛苦我啦。我受的委屈，阿哥你受的委屈，这拢总的痛苦，你千万爱记的，莫让一个查某人去破坏着咱的计划，好不好？你放心啦，袂啦。是讲啊，这信宏若是去甲清苗讲，伊看到我甲陈雪英伫咧车顶的代志，又可免麻烦啊。你先去找李信宏，莫互伊去找杜清玉，出来我来想办法。夫人。这件代志，我要讲出嘴，让你知影，我真正足丢丢的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希望。你认为讲我咧胡白讲白贼？因为资深医院遐尔大间的病院，我真正足惊这件代志，那是风。妈，夫人，杜先生伊当阵嘛在场，你用问伊。感情是嘞，
你有看到你爸爸跟陈雪莹做伙？你到底是跟我妈讲啥？我只是把我所看到的代志拢甲胡玲讲尔。爸爸拢是查某人，我当然嘛希望胡玲莫受到伤害。我想要站在胡玲这边啊！我甘愿这一切拢是误会，我嘛无希望胡玲去被冤枉，变作是最后一个才知影真相的受害者。你这里讲，我唔是一个无得承受打击的人。妈根本就无得接受，我是要怎开嘴的？敢讲凭我一句话，就会当定义定的罪？到时阵妈若是去问院长，院长若是讲一句无证据，也是无得踢破伊的小鬼仔壳。那呢，我何必即马就让妈伤心？敢这样歹开嘴？还是讲恩舅讲的，拢是真实的。妈，一定话找雪娘也真正只是讲讲而已啦。一定。哦。小红，你是跟你妈妈讲啥？无奈看伊，敢那做生气的。我问你一个，你讲公事就讲公事，到需要讲去陈雪英的车顶啊？我刚讲要约店家是无？到时阵你看到不是同款，又会遐尼生气？那呢，你会当叫第一公共投诉啊？还是你打算要讲什么未见证的代志？你还怎样？原志是强制住院的。底下你找人去所在，讲这款代志，讲不真公言。所以你问到原因啊，是陈雪英看袁志北顺眼，所以调工个上灶。代志不是你想的安尼，是因为袁志伊规个人啊，拢失控啦，伊对陈雪英动手嘞。哎，不管哪怎讲啊，伊也是之前的后生啦，所以陈雪英无怕是要甲伊计较。只是啊，厝内底有一个无定时的炸弹。你根本就无法度好好生活啊，所以才这样。陈雪英这个查某一定做什么代志，无原则奈何你要失控？秋瑶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啊。一定啊，所以你找雪英阿姨，是想要替妈去把原则救回来。唔对，原则一定要救回来。我唔相信原则是一个动手的囡仔。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关系？你嘛袂当因为陈雪英讲几句话，你都完全相信伊啊？哎，我唔就是为着要把代志弄好清楚，才输底下有陈雪英。今嘛，袁志是不是会当等伊处理，也只有行法律去争取啊啦。我看看话咧啊，请律师哦来问看卖咧啊。什么看话？今嘛就随问。你今嘛这么激动，要怎处理代志啊？讲嘛激动啊！我安怎讲，袁志嘛爱叫你一声院长呢？啊，你即马这个口气，我参像咧讲别人因家的代志同款啦。你敢会当给我加一个，安怎这样来受了咧面不改色啊？经验啦，就参像我常常跟你讲的，幸福啊，你也是想浅啦，也加油呢。一定，假设所有代志拢讲给胡玲知影的人是我，甲杜先生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因为我本底就足讨厌自私自利、阁无负责任的查甫人，所以对这种代志本底就较敏感。假使讲若是让院长、胡玲啊，阁有杜先生无欢喜，我伫遮向大家核实嘞。胡玲，我先离开。你跟我来找袁勇，看代志要怎处理。
啊，唔紧去。一个假太子竟然敢安尼甲我呛声，我有法度给你一个太子的身份，嘛有法度甲你救落来。这是我前两天的新闻稿，明仔在台湾买走麒麟骨塔的神奇消息就会出来了。你跟您出来的人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要面对乡亲的抗议。放心，我早就准备好啊。但是这摆哦，我无失败的本事。你是千万袂当失败呢，啊无，我会让你拖累掉。那不是我现在没想要跟你冤家，我绝对跟你握握手。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啦。什么事？抄录出来的新闻出来，杨生村的事一定会告诉我们提出来重新讨论。刷下来政论节目、新闻媒体一定用耸动的标题，你也很有可能会上镜头来讲话。哈，所以我还要上电视哦。嗯，刷下来，咱就要针对可能发生状况做一挂准备。哎，来 ，Touch me。喂，我是今日你去有车弄到我，才好心给你救。你敢有输到这么气呀？我无该把人弄到我，阮爸阮嘛同款啊。我无歹意哦，是你无歹意，也毋过你敢知影，你的行为举止非常不友善，而且无礼貌。你就是讲我介意哦，安那无咧？非得哦，我就是无介意别人摸到我，那是有人摸到我，我就会感觉足讨厌的，我规身骨无爽快嘛。你敢有想要把这镜头调好？你想要怎啊？我建议你哦，会当用一招叫做以毒攻毒。哎，你卖疯我啊！你卖疯！哎，你生气我！哎呀，卖卡我啦！哎呀，你卖嘞！喂喂喂！哎，香哎，卖卡我！你有生气我啦？哎，你相中我啦？不要走！哎，姐姐，这里。放你走！是陈雪英姐不？哎，快过看我！你神经哦！哎，我昨天没帮你转啊！哎，快慢走！哎，阿姐，你快起来！慢点，阿舅回家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哎哎，阿舅拉手，你够坐伫遐？你看你的裤，哎哎，你慢点走，你离我较远嘞！哇，什么臭蛋在惊人啊？怎会敢关伫遮啊？少爷，你两只人现是去五星级饭店度假是不？拜托你较冷静呢。喂，我看到听到无？叫蜘蛛人出来！我怎唔敢等？陈雪英，你这皮皮虾米？人拢已经走。你先跟上呛声啦！一定是陈雪英，我今嘛无得是什么人啊，除了伊也无别人啊啦。喂，你听清楚哦，就算你给我掠来遮哦，第五哦，肯定骨头代志嘛袂改变呐。我甲恁讲啊，杨生村的计划哦，绝对无可能实现呐。陈雪，你这卑劣小人，你安尼做哦，绝对有人出来反抗你啊！我何爱遮嘛，绝对会帮你煞。好啊啦，莫遮大细声啦！那你很生气哦，咱敢靠过？先想办法出去才讲啦。敢知影？最近毋是我头一摆叫人拔眼呢，我变哦，佫拄着火烧厝，是爱歹人哦，干那要做一阵后步，挡无目睭啊！讲起来，你听黄了，那那监督的人是你呢？应该有很大的问题才对。
三分钟内，都莫再跟我讲。敢是我讲话太过直接吧？哎呦，实话本来就较歹听啊！若不是拄到好爱食，我哪会伫个这款所在受罪？小姐，三分钟到啊，我会当讲话啊吼。你敢会当先找看下看有刀啊，是玻璃，会当把锁挂开无？咱两个互相透开唔就好啊。哎，袂用你啦，你袂当摸着我啦。大少爷，什么时阵啊？你搁咧搞你的玩笑哦？你就是讲我介意啊，我就讲过啊，我无介意别人摸着我，我无介意别人摸着我，我无介意别人摸着我啦。你袂把锁透开无啦？哎，你想看卖啊？是锁啊，透开，咱就有机会当走出去。走出去了后，你就当把你的衫拢换掉，好好洗一下身躯，甚至可以用酒精全身消毒。你的人生是不是重新充满希望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紧点，紧点，紧。我搁刚倒嘞，刘海姐，你是要睏的哦？莫睏啊，哎，刘海姐，你是要用乌色，还是人脉关系？非得你绝对想办法，让张元志得到上好的照顾，而且千万唔通让陈雪英知道这个代志，听到无？应该是陈雪英来啊，像安尼。安怎？搞到都陈雪英了？这样，小，
在。云勇啊，袁志宏跟别个去大爷到底是安怎啊？那拢是陈玄烨主意。我当然嘛知，所以我唔才过来关心。阿姨，你是不是感觉我做无路用的？袁志宏上去小便衣，我说无在调做动。我要哪会怪你？你这阵啊真正辛苦。听讲你连家己的婚姻都出卖啊？这不是卖，是一个教育。因为我嘛有得到好处。你这个囡仔，有代志哪会不爱找阿姨参详？没有啊，虽然哦，我跟你爱情的部分。我是花就头疼的，阿哥啊，假使讲你若是强迫家己去接受你无爱的人，咱的注定是段关系一定让你就痛苦的。阿姨也是希望你会当找到一个你真心介意的查甫囡仔。我当然希望，严哥今摆我够其他选择，也是正生医院，也是独家资金会当搞到啥工。歹势，我来问真无礼貌，也毋过事实就是，你嘛无得搞多少讲讲不是。袁勇是安尼，我甲阮妈拢就愿意甲你斗相共个。那恁伊丢嘞？伊是绝对无可能同意的。所以即摆我刚来当屯润陈雪英的所作所为，当我甲蔡英带入门的时阵，得着蔡家势力甲支持。我就有能力会当反控陈雪英啦。阿姨，我已经做好决定啦。我敢若希望恁两个会当甲我支持。就算这条路行起来无遮简单，只要你陪在我身躯边，我就袂遮尼孤单啊，敢不是？你这个囡仔，你这么戆啦？我已经想清楚啊。我的婚姻就是一笔交易，甲你，不要紧啦。我敢若希望我的婚事会当办甲顺顺利利。好啦，既然你都已经决定啊，那阿姨祝福你。哎呦，我今麦才知啊，原来啊，你嘛是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哦。当然啦，我嘛希望我家己当证明，我有才调会当保护阮张家。对啦，陈雪英哦，对你的婚事绝对袂用心的啦。到时阵你若办婚礼的时阵，有需要打三工，一定要甲阿姨讲哦。多谢阿姨。对啦，还有，我爱你会记得你今日讲过的话。等到你有能力的时阵，一定要将陈雪英赶出去张家。这查某实在是太恐怖了，伊竟然直接将袁志强制住院。其实我等到尴尬。袁志今麦踮伫咧病院是上安全的，伊伫厝内哦，常常予陈雪英欺负。我嘛有探听过啊，迄间病院是真安全嘛，真专业。而且我有派人去甲关系泡好，只是今麦爱想暂时委屈袁志。好啦，你若拢有安大好，安尼我就放心嘛。袁志是我亲兄哥，唔管安怎，伊拢是我港黑的好兄弟。所以我是绝对袂亏待伊。当我甲陈玄拍倒的时阵，我得马上甲袁志接倒来。阿姨，我知影你的烦恼，也毋过请你相信我，所有的代志我拢有咧拍算。好啦，阿丽哦，家己嘛爱家家己小照顾咧。你看你最近那三个，我知啦。对啦，悠悠啊，阿蔡家。你细汉做囝，伊到底是做安怎？有水吗？非常的特别。啊，人品呢？伊个性足善良的，嘛真贤替人设想。伊上大优点就是天真甲乐观。嗯，看起来你就是要结这个婚的啊！你看你保安呢？啊，进前这个查某囡仔来阮家做客。袁志超过伊共吓惊，伊毋那无生气，佮关心袁志即摆的状况。好野人的查某囡仔有种受益，真正足无简单嘞。那安尼听起来，
这个查甫囡仔袂歹啊，安尼阿姨就放心啊。圆圆，那安尼吼，你得跟阮进行啊，这个结婚的单身趴，得交我来处理啊，你看啥款？我跟你保证啊，绝对让你永生难忘。唔免啦，我即马也无时间，也无心情啦。而且，这嘛是真爱啊，免白了讲。唔管怎讲哦，结婚都一拜年嘛，敢讲你是要去第二届啊？哎，你无我本地就是啊，就算是商业联姻哦，这结婚都是一届的代志，啊，应该有仪式嘛是爱有嘛。啊，也是你刚刚一岁一趴。哎呦，你小考虑一下啦，我来陪你哦，放轻松些啊。好啦，圆圆，信宏讲的，敢那嘛有一点仔道理啦。啊，你着出去耍，小放轻松些。即阵仔遮尔啊济代志，你真正嘛辛苦啊。好啦，也毋过是讲好哦，千万唔通办到受超过。先找餐厅哦，来甲包场一个。阿玲啊，我感觉上起码嘛要招50个人啊。哎，阿杜姐也得讲啊，唔通办到上超过啊。50个人够超过？阿之前买300个啊。啊，无啦，讲爽笑啦。免包养啦。那照袁勇讲的，袁志伫遐电脑安全，安尼嘛免伤过烦恼。看袁勇嘛想清楚啊啦。我会当给伊的只有祝福啊！阿姊，你伫个天顶一定要保庇这两个囡仔，莫阁有陈雪英甲欺负啊！你拼嘛遐尼垃圾，四个拢无拼扫。哦，你阿人嘛爱较专业诶，找一个较清洁所在嘛。是哦，别咧，我袂当关机，关机就危险诶，关机就危险诶。别咧，遮遐尔垃圾，关机就会危险嘛。这人真正有病呢，绝对袂当甲伊相对看，硬着无无收煞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你快睏啊！即马开始睏的时阵，紧想办法出去啦！阿姐，起床啊！哎，你不趁钱买当休困储备体力，等你有机会当走出去的时阵，你就莫变作我的拖油瓶。我跟你讲，死狗一定不爱插你。哇，你讲的哪会当遐尼无负责任啊？你嘛唔想看卖，我今仔日会伫咧遮是因为啥啊？一个本子啦，较清气的。唔免，多谢。随在你啊，外太，你着要发车，继续发车。哎，你莫困啊！嘿，你这洁癖跟主持人就安尼啊？我是高二才开始的。你高二的时阵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我还讲得遵守啊！
喂，何爱姐，你袂当困啊？啊，你这样就奇怪呢。跟你开讲又搁无话通讲，啊，我要困搁袂用呢。你到底想要我安怎？你袂当困啊？你困去我是要安怎啊？你就是讲我袂忝哦？是我无多，无多接受家己困伫遐尼垃圾的所在啦。你过世的时阵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反正哦，你把心内迄个甲讲出来，安尼对你的疾病会较有帮助啊，你的心内嘛较好过啊。蔡大富先生，你要讲？的时阵，我同学霸凌，我因拍到规身骨拢伤，搁因等伊粪扫堆内底。原来是安尼啊！但不是我即摆往白条的哦。我替你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给你安慰一下。唔免啦，查甫人无需要安慰。你受伤的灵魂哪有分查甫查某的？思想够狭隘。人阮草庐山，迄过门迄只狗仔小黄，若是叫车惊到，还是叫路人欺负，我拢嘛该笑笑的，懵懵的。你讲我是狗？我的意思是。有性命，拢大家尊重，拢大家好好对待。无猜你耳仔生到这大蕊，重看不重用，我听无人话呢。喂，你讲我耳仔是要创啥？哦，你哦，讲到家己参像迄师傅咧开始同款，讲到家己参像经过迄啥物大风大浪的。Mr. Frank， 你当作啥货囡仔？你敢无查过我的家世背景？连阮拢住伫迄度，你毋知我经过啥物代志？过去的天虹小公主跳过楼，去予债主约束。我甚至啊，搁为着要救阮爸爸，我经过一个黑道大哥的鞋啊。啥？鞋啊呢？你哇，有够垃圾呢！拜托你。无路通行的时阵，哪有法度管这么济啦？去当真哦，小黑哥讲就只侮辱我的话呢。对吼，我煞袂记当请小黑斗三工。外口的人，你有听到无？我知哦，你是提钱办事的啦，我袂为难你。也毋过，较袂当请你替我联络迄个开交警啊酒店救命的小黑哥。拜托您啦，快联络一下，看我何爱姐有代志要叫伊斗三工，好不好？卖话啦，啊你拢讲啊，因是提钱办事的，啊你无付因钱，因哪有可能甲你斗三工？你这个表啊，袂少钱哦。你忽悠的，限量定制款啊！等下，你是为怎？喂，外口的人听到无？我只有一条限量定制款的手表，就有价值了呢。还恁紧入来啦，替我联络小黑哥，这个表就给恁啦。那时阵煞变巧啊！喂，阿哥有啊？伊人咧做土方咧串梁啊，我嘛熟识，我会当给你电话呢。喂，你嘛熟识串梁阿叔哦？是啊。你讲无歹是好朋友呢。哦，是哦。喂，放手啦！你有洗手无？有消毒无？我给你了你。喂，你听我的，放我的手啊！就这样停走嘞！喂。
创啥？哎，是谁啊？这个时间哪有人打电话来啊？有这代志？回电吗？龙哥，是谁啊？喂，到底呢？哎，出代志啊！我正随时你。龙哥，是谁啊？我今日跑去，那叫你凶狂啊！龙哥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自从龙哥手卡洗手退出江湖了后，就毋捌接过这种电话，有够恐怖的啦！啊，敢讲是过去的冤仇人来找麻烦啦？袂用的，这件代志太过奇怪啊！最好还是予大姐知影。是啊，有影无影？恁囝甲我查某囝，啊无我是专门走来甲你讲讲笑的哦。无啊，阮查某囝来实在恁囝，啊恁囝是咧创啥话？啊两个来做伙啊？阮囝叫蔡大富啦，打电话给人甲我讲，是阮囝摕手表甲伊乌西，叫伊打电话来甲我讲，讲伊甲恁查某囝叫北去啊。哟，安尼要安怎？啊要报警？啊，我找人斗相共。找什么人斗相共啊？你谁？我谁？真好胆。啊！斗对咱草蛇走起才来，当作咱食菜。对吼，嘿，恁爸我较早嘛是相拍架的，你嘛是犯案的，这江湖上啥物人无熟悉咱的？甲恁两只吼当作是破病尔，真正是咸在路的啦，当作咱真正受伤就对了。兄弟，嗯，这个代志你敢出来？当然嘛出袂了。好，来甲因解释一下，啥物叫做规矩？假是什么叫做规矩？忍耐的日子已经过去。爱你就体谅，黑暗的是非，反背世界，叫我好去好将。是我个性太倔强，也是社会黑白反常。一个声音叫着我，叫着我，勇出江湖，唔通阻挡我的路。别搁再认命，别搁再让步，勇出江湖，已经斩断阮的退路，无论有偌济风雨。嘿，看啥啦？唔捌看的吼，紧闪啊！好，快点，快点。车来啊，唔知影。快点，好，对啊，对啊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雨点，快点起来，别扎西啦！他刚洗吧，洗完这出什么代志啊？哎呦喂，你莫卡细哩耶，行路看路啦。哦，等下，你叫我要创啥？敢袂是何解人找到这来啊？应该无可能啊！虽然我有叫人给何爱佳一个架势，啊，不过明明拢交代好势，绝对袂当牵连着我啊！你给我放开啦！卡叔是爸，是原子出什么代志？是要安怎？哎呦，你较冷静的啦！那真正是因出代志，人会先敲电话啦，啊，袂安尼凶凶咧离门铃。阿弟啊！参球是错当的。参议员，你这人真紧啊！都唔开门啊，你直接将门弄破啊！你继续离啊，我看到你个东西。紧紧紧紧，快门快门！
恁爸在外口耗外久哦，你即摆才来开门哦。你是真老胆，我要带着阮查某囝，你敢对我用这种态度啊？歹势啦，错大，我真正唔知啊，是你本人大驾光临啊。错当的啊！虽然讲哦，咱两家都要结亲情，不过恁爸爸安尼有代志，我先敲电话哈。啊，雄雄，我咧二问你，安尼感觉吼，敢那对阮张家淡薄仔无尊重呢？爱人尊重你，都莫只个出后步，做袂起钱的代志，少年的 boss。你唔是好爱食爸爸？爱给你我吼，真好，安尼我就要自我介绍。你搞早嫁出来对？我哪会知影你早嫁伫倒啦？你找早嫁找到阮家来？除了你哦，恁爸想要有啥物人敢对我爱家不利啦？你是不是阮爱家要甲地方去练骨塔，所以你头家冒咧烧，你才会叫人家关起来？我跟你讲哦，阮爱家老人家是较惨哦，恁爸绝对要让你后悔出世出来做人。好在是你较冷静的，我真正唔知你咧讲啥呢。别甲浪费时间啦！这种少年哦，你还没过来？你莫当作你是查某人，我唔敢对你安怎。你想我紧放啦？错当的，我是真正唔知你咧讲啥物啦吼。是讲这是好家代志，啊，为什么你咧替出头？你心头袂记哩呢？这莹莹吼，真紧就要嫁来阮张家，咱两家吼，唔才是一家伙啊！谁跟你一家伙啊？你若真正当作阮娶家是你的亲家，你是啊，连阮囝嘛做伙了啊？啊？你讲啥？喂，恁两人是唔知娶到个好事，搞在家做伙点？即卖因两个人哦，把你关起来了。连未来亲戚的人，你拢敢动哦？吼，真正目神够歹。恁爸想无，恁老迄个才调做世界集团的董事长啦。那会才拄好，何一家竟然甲蔡董的后生有熟识？看陈寻这表情，应该唔是叫人去对付何一家。连莹莹大兄嘛做伙掠走，真正是自找死路，害我即马嘛做伙被拖落水啊！蔡董的何先生，我看这之间绝对有什么误会啊！那么安尼，恁两位先坐，我来泡茶，互你啉，哈。对啦对啦，两位请坐，听我解释啦吼，一定是有误会啦。是讲哦，恁两个哪有熟识哈？啊，无即嘛是安那，看你还无点呢，拢无去探听一下呢吼。恁爸爸入去天龙集团时阵啊。捌甲阮蔡董的，伫江湖上走跳过，只想是我妈子啦，换贴的啦。看这两个人交情这么好，那呢养生村甲地方的纠纷，蔡良敢会早就知影？啊，不怪啦，伊一直拢唔肯答应投资。即嘛是安怎？不是要请阮坐，你不得。目睭安尼金金笑，佮想要变鬼变怪。无啦，错当的。我是咧想讲哦，啊，这世界上有够细啦，啊，竟然恁两个是麻子哦，啊，这真有缘的吼。请坐，请坐啦。哦，小妈，你看这里是点好无啊？来，请您坐。坐当来，请。兄弟啊，我看这茶哦，唔通饮啦。唔知你内底藏啥物有诶无诶物件？顶回阮草罗山用藏毒草剂啊，害恁爸目倒疼、流屎、大病、大两工。没有没有。你害阮换贴诶，流屎、大病、大两工，真正毋知死活恁。错当诶。这件代志真正是误会啦！莫搞废话啦！恁爸即马敢若想要知影阮囝，还佮因查某囝，即马人去倒位啦？听我即马佮有耐心，老实讲。即马代志要到这种地步，我当然拍死嘛唔承认。
也若无得失着蔡良，莫讲世界一团保袂掉，连我家己嘛无命。蔡董诶，生理上吼在商言商啦吼，啊虽然有当时为着要做生理，会用淡薄仔步数，啊不过吼，迄种让人掠去怪代志，我真正唔敢做啦。迄是黑道诶人诶手段啊，对无吼？嗯，唔知影蔡董诶，敢会是你咧做土方诶时阵啊，有去得失着虾米人啊？无你即嘛是讲我黑道底，才出这代志啊？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做生意吼，是正正当当啦，唔知影讲你交的朋友是虾米款呢？等等诶。有一件代志你可能唔知影吼，我来甲你解释一下。阮来遮即马吼，咧替地黄草罗山做出路，啊，甲协助的顾问哦，多啊是阮兄弟蔡东因后生啦。莹莹的大哥吼，足优秀，我知影啦，莹莹捌甲我讲过。所以我苛刻你哦，趁代志母甲阿爸都收煞进前啊。赶紧把人放出来，也若无，你免笑是要甲蔡东的因结亲戚啊。我来讲，我无可能让因结合一个伤害因大兄的家庭，你有清楚？蔡东的，阮小妈已经解释了做清楚啊。何爱家甲恁后生失踪的代志，伊真正唔知啊，是毋是应该？哎呀，对啦，真的啦，恁真正误会我，我做冤枉的呢。哦，阿丽丽，误会你。好啦，啊无我归去哦，来报警，安怎？林董啊，报警你感觉安怎？若真正报警，就无得回头哦。那你有代志？原因嘛有代志。蔡董诶，你若感觉讲吼需要报警，安尼就去报警啦。因为这件代志真正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，你若是去报警吼，都好证明我是清白的。我的呀，我就忝的。喂，蔡大富，蔡大富，我的呀，又是生的。我那天头壳，提更啊！咋就天光啊？阮爸，阮爸还拢无来啊？想知影？因手表拢摕走啊，那拢无人来问一下啊？你敢会感觉奇怪啊？咱拢伫遐过一暝啊，无人来问，嘛无讲爱钱啊，伊也无摕到的是啥？我在想哦，假使若今天陈璇甲我掠来遮，可能就是要警告我，叫我莫甲伊作对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咱等一下就要出去啊？我是安尼希望啦。啊，当时啊，你问我梦想，你是歹人。何爱家，这件代志是你掠出来哦，我直接陪你受罪。至少你嘛甲我说多些。是大少爷，我有人绑票，我应该足紧张足惊吓。只不过因为你，这一礼拜只就大惊小怪，我怎啊敢无啥物好惊呀？我，你叫是我讲我介意哦，啊？无你叫伊，
跟咱换一个所在，较清气的所在嘛。这样尔啦，我根本就不按照你的想啊。啊，你不是讲要用沙雕把迄沙抹好当？即摆哪啊？我有啊，你看，嗯。哎呦，你只是把迄沙撸不撸垃圾尔，根本就无效嘛。你较厉害，你来啊，来。我记住。你讲啥？我讲迄沙雕就垃圾，我不爱啦。你连这都唔肯哦？你何爱姐，你爱冷静，这时阵抓讲无帮助，冷静。蔡大少爷，蔡大少爷，无你用嘴啦。什么意思？你用嘴甲我啥打开啊？我拢嫌用手垃圾，你搁爱我用嘴？一句话，买啊不买？买。你呢？欸，你今个啥打开哦？咱得当离开这，这个垃圾太过恶心的所在，你得当去先看呢。啊？哎呦！阿贵，你别走啊！我来啊！我，紧的啊！哎呦，慢点啦！啊，好啦！哎、欸，你莫忘留爱嘴了就垃圾的啦！哎，我较虚心好不好？莫后背叮当啊！别着急紧张，身体要甲啥拍开。哦不，哎，哦，啊。巴肚疼，叫伊来开门，你就提着，很讲分去。哎呀，你就勇敢咧。什么事啊？七十八十分，我大细声。大哥，拜托你了，我拜托就听，干嘛咱好好去民宿？我看到去民宿，反正一组人走也走袂去。哎呦！好啦，真麻烦嘞。哎呦，我巴肚，我巴肚就疼。走！走！快走！喂，快走！
长。你说人呢？我猜了。哎、欸。你要赎罪吧？你选的是吧？喂！啊这样没了，先两个再讲啦。你现在坐在头壳壳壳叫垃圾，你赶紧清醒！哎，老公，有人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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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代志？拜托，来听我叫救护车，我要叫水分去啊！我好好睡觉。陈大夫。借问者，你拄只嘛动起来，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！你嘛知，咱这个捌出过国的人哦，发到派出所卡到累累啊！兄弟啊，哎，啊是安尼哦，咱拢莫遐尼冲动，咱来去边仔参详者好。哎，对啦，对啦。人阿叔超无用的啦，莫找人麻烦，困了啦。哎，是讲哦，拄只陈雪英的反应，你感觉是真的还是作戏？当然嘛是咧作戏的，爱咧拍死唔肯承认嘛，对无？虽然我咧是怀疑啦，敢要怀疑嘛袂当咧着听人个嘴啊。这查某虽然讲讲话真歹听，不过伊讲的嘛无唔对啊。我咧做土方哦，确实有影咧想你着，敢若有扣教。所以你即摆意思是，对方买你来本来是应该是恁大，啊，所以阮爱家是笑得花泪的。哎，若真正是安尼，兄弟，我对足歹势。三八啊，讲你什么话啦？拢是咱的囡仔，对无？我即摆较烦恼是，伊即摆到底安怎？我咧个想想。迄、那个大下骹手人会当互大有，用一个手表来甲买收，安尼表示嘛无你无大骹啦。万一下骹手人惊到惊死啊，那会甲敲电话甲咱报消息。你安尼讲嘛对啦，我
管是大卡是细卡吼，伊咱个囡仔总是伫伊个手头啊底喎，我是感觉咱，咱也是爱报警较对啦。管他伊个啦，咱早了收工洗手，无你佚佗啊啦，惊啥？行啦。去去。了啊了啊！我是感觉咱这两季敢若无啥有寄入去嘞，你感觉怎？有影吼。哦耶！啊，等等等等，电话电话电话。哦，阿姐，嘿，啊，人伫边哦。哦，我即马随过，嘿嘿。伊较大号，即马人伫边啦。安尼哦，嘿，快点，快点。没错，当因真正走去报警，安尼代志都大条啊！啊，安尼到时阵我是要哪收拾啊？喂，啊，恁是在变啥物梦呐？怎么才甲我回电话？啊，人走去呀！安尼你敢有讲讲是我？我跟你讲。你若是予人知影讲哦，是我叫恁做的，我一仙五银都赔予你。真正予我摇到啊！这个代志真正是陈雪英做的。算一挂无路用的，小破代志办袂好势。安怎？他就提拔啊？哦，无你是跟袁志乌的哦啦。奇怪嘞，行路拢无声，要人惊死哦！今麦外口是大日头，毋是半暝啊！你若袂衰，看到鬼共款啊！啊，啊是因为你开心事少收济啊，所以你会惊。你甲我掂去啦！你做这款恶波，卡输错当会知影，你是拍算要哪收煞？免你管啦！好啊，卡输到时阵错当真正知影。一起收起，就取消我甲伊的婚礼。你着莫甲这人哦，拢塞伫我头壳顶。平时无代无志，就怪我代志做袂好。你看你即摆家己啊，你哦，才是真正老鼠屎。嘿，我是你的时段呢，佫轮袂到你甲我架势啦。那呢，你也莫做出机关歹代志啊。